Voilà la voix. On t'y va. Oui, on va voir. On va voir.昨天还真是发烧了，晚上给我烧到了39.1度，然后结果去输液，人家都下班了。后来打的屁针，都好久没打屁针了。我上午吃了退烧药，然后下午我看要是还烧的话，我就去输液了，就不直播了。我怕有点硬了。这个是咸蛋黄拌面，它里边有那个咸蛋黄浓浓的那蛋黄味儿。